起来观看 SNH48 Team N2 我的太阳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禁止携带灯牌、纸板等超过150×50厘米的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可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各种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如手机、钱包等。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是 SNH48 Team N2 万丽娜。SNH 48! Everybody! A live lik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Here in world famous Shanghai! The angels that come down to war for you! Are you ready?
谢谢大家来娜娜来观看我的圣诞节公演。那么今天的 MC 内容是一句话祝福娜娜，从莎莎开始吧。一句话祝福娜娜的话，我觉得娜娜虽然是小孩子，自我介绍，你傻了吗？一插一插插进你们的心。大家好，我是赵雨欣。莎莎，谢谢。一句话祝福娜娜的话，我觉得娜娜虽然是小孩子，但是比我这个大人要厉害得多，因为娜娜已经存了50000块钱了，是吧？你干嘛公布人家存款了？对啊，明明是50万，好吗？50万就已经很厉害了，然后连我，像我5000都没有，5块都没有，就是觉得娜娜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如果我以后要生一个孩子的话，我觉得她就是我那种理想型的对门的那种隔壁的小孩子，就会跟自己孩子讲，你看隔壁的万妮娜的孩子多好啊什么的，就会万妮娜的孩子，对，就觉得是一个榜样，是一个可以以他为好的榜样存钱。对，就这样，谢谢大家。耶、想变成月亮一直照着大家。大家好，我是赵月，也是会长。会长谢谢。那个就是今天是万妮娜生日嘛，然后就是我是怎么跟万妮娜认识的呢？是因为咱妈交换了联系方式。对对对。对，然后经常就是我妈找不到我就打万妮娜电话，说少爷去哪了。其实我手机里不只存了你妈妈的电话，还有我妈的呢。对，还有卡姐。还有我妈。你们也知道。你们妈妈找不到你的时候再来找我说啊，娜娜去找一下我们家孩子吧，她又不知道到哪去了，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对，所以说万妮娜一直就充当着我们团里妈妈联系人的那个联系者的角色。哦，对，还有朵朵的妈妈的电话，差点忘了。你到底有几个妈妈的电话？挺多的。赵月吃醋了，赵月生气了。对，我还以为就只有我一个，哼。好吧，在这里给你个台阶下，今天祝你生日快乐，然后给你唱个生日歌。恭祝你福寿与天齐，祝你一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大家谢谢大家。耶，哪有甜品哪里就有大家，我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甜蜜的娜娜万妮娜。万妮娜生日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能来我的圣诞季，然后也看到了很多平时在外地的粉丝，真的谢谢你们。哎，然后一句话祝福我的话，就算18岁了，但是也要继续做。要说出来，还就算，是想炫耀一下是不是？我才18。哦，就算我今年8岁了，我也觉得我要成熟一点，是不是？对，就算18了，还想做 N 队的一股清流。对，这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改变了很多，像赵月，你也改变了很多啊。我不想说娜娜，你才是最可怕那个了。对，但是这样的话，我还是想要，保持一下自我吧，不能跟你们一样污掉，是不是？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耶、！HTT， 怕不怕不怕不怕，阔太太。大家好，我是黄婷婷。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对娜娜，我就说对娜娜的第一印象就是刚入团刚见到娜娜的时候觉得她是个小孩子，
因为扎着双马尾嘛，又有一点土气。对，弟弟，哎，你说别人，你好意思？哇，真的是。哦，我说的是实话，是在我心里，娜娜，我以前一直觉得她是个小孩子，然后那个就是刚认识的时候就没有过多的交流，因为觉得好像就是聊不到一块儿。他说的都是那些什么他喜欢的动漫啊之类的，就是代沟是吗？对，有点代沟。那个时候觉得在我心中我以为他就是个小孩子，然后就特别是近一年以来，然后觉得娜娜越来越长大了，成熟了，对，是有担当了，然后也发现了共同的乐趣，然后在一起的时间变多了，然后就发现其实娜娜越来越成熟了，不像以前就是早上让他迟到了嘛，早上叫他起床他都会生气的，又让我起床，我不去了，就是这种。然后现在不会了，越来越成熟了。然后娜娜也18岁，能讲到一块去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话题能讲到一块去了？对，找到共同话题了。娜娜长大了呀。对。啊，我们聊的都是那些，都是你人生哲理方面，18岁的东西。不，人生哲理方面。就是大人嘛，18岁才会讲。我就是娜娜今天18岁生日快乐，然后希望她越来越勇敢有担当，越来越成熟，谢谢。Yeah! 大家好，我是 SH48 天门兔的曾艳芬。今天这边就两个人，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家的那个，这本来这里站着一堆的，然后昨天都把票给卖掉了。谢谢你们，我记住你们啊。我觉得娜娜她一直以来就是在家长可能在长辈的眼里是那种很乖很乖巧的，就是都会说啊，你看娜娜多乖，娜娜很乖的什么的，像长辈啊，就是所有的我们的长辈都很喜欢娜娜的这种。但是呢，其实你们真的是误会了，妈妈阿姨叔叔你们误会了，娜娜其实私底下是，就是我们娜娜私底下也很可爱。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会让我给吓到，我就我就说这个不太好吧。我说娜娜私底下也我有点害羞啊，就是太就是很成熟嘛，18岁很成熟，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去年我也讲过这句话，今年再讲一遍，只是意思有点不一样。就娜娜私底下就跟我特别聊得来，确实是。我觉得叉叉是那种喜欢插进别人的对话里，他跟谁都聊得来，谁在那说话他都要插进去一脚。对，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挖掘那方面的娜娜，其实很可爱很真实，而且就是不是只有外表很乖巧很可爱，其实内心也是很就是很想要表现自己，然后很可爱很活泼的一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18岁的娜娜，18岁啊，18岁生日快乐，然后祝大家开心心想公演。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Two 的冯新朵，大家可以叫我娜娜西或者朵朵。娜娜西，谢谢你，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谢谢。然后那个今天是娜娜的生日嘛，然后娜娜一直就是我的第一代室友。完了之后，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虽然别人眼里她可能这一年变了许多吧，成熟了许多，但是她在我眼里一直就是那个样子，因为我觉得她进团之前就是那样的，她从来没有变过。完了之后，因为再成熟都比不上你。啊，对吧？啊，没有，是因为他现在说的东西连我都听不懂了，你知道吗？真的吗？你要说什么？因为在妈妈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我觉得应该是吓人。我觉得冯金朵是爸爸。我觉得这个孩子啊，那他是妈妈，你是妈妈，
么鬼？什么鬼？那如果他是妈妈，你说那边那个，你说那边那个板寸是妈妈？他就是妈妈。闭嘴。多嘴啊！害怕。明明告诉你不要插话的，那个，我说到哪儿了？我说到哪儿了？啊，你说你是爸爸？你说你是爸爸？啊，不是，对，娜娜这个孩子，他怎么可以，那个，他经常批评他妈妈，完了之后，对他经常批评我，完了就是我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好像是我更不成熟一点，完了之后他一直在照顾我，然后呢，所以说跟他分居了之后，我成熟了许多。对，然后呢，怎么说呢？娜娜这一年，有很多就是。哎，担当吧，完了之后，啊，一会儿生日环节再说。然后呢，希望娜娜今天可以玩得开心，然后希望娜娜接下来的一年也可以越来越好，就是这样。希望大家今天开心的线上公演，谢谢大家。耶！鬼马精灵，小淘气，小姐可爱，小时七。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Two 的龚诗琪，大家可以叫我小时七，谢谢大家。谢谢，那我觉得娜娜的话，然后因为她比我大，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我印象里面，其实我一直觉得她的内心是比我小的，之前一直觉得就是她是一个小孩子嘛，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比她成熟一点，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娜娜逐渐的变成了我们团继黄婷婷之后第二秒懂弟，然后特别吓人，就有时候本来跟大家一起聊天，然后娜娜突然就比黄婷婷还要吓人，就有时候我就默默地退出去了，就不敢跟他们一起聊天了。对，然后娜娜现在不屑于跟黄婷婷聊天，她要跟孔尚英他们聊天的。这今天大秘密，吓人啊！那我觉得娜娜呢，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当 C 嘛，做 C 非常的不容易。然后长大了，成熟了，也非常的有担当了。然后我觉得，天不会不蓝 ，SH 不会不在，然后我们的 CV 万丽娜不会这样轻易的狗带。我希望她从来没有带过。我希望18岁她在成人礼，然后也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今年她也能够顺顺利利的，一直都风风火火的，不要轻易狗带。就是这样，祝她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Man 2的陆婷。陆婷，谢谢。我爸的话，那终于满足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就是因为今年娜娜已经18岁了嘛，我这个当妈的，不管是当妈当爸的。都可以就是安安心心的让他自己放手去成长了，因为在我们这个 Team Mentor 大家庭里面，大家不想成长也很难，毕竟有像黄婷婷这样子的引导者，对不对？就是毕竟是秒懂弟、哎、那里还有一个清流呢，你不要这样。新加入的小清流怡宝现在是我们唯一这边 N2 的清流碎碎冰啊。什么？我是你的碎碎冰啊。这句话自己说出来不太好吧？套路你呗，套路你。哦，没有了。然后就是希望就是娜娜的话呢，其实，在总选这段时间，娜娜其实蛮敏感的，而且她就是有时候也会偷偷流眼泪啊，因为她自己其实是个责任心很强的小孩子，然后她外面就像个小天使一样，其实内心还是住着个小恶魔的。对，有时候也会就是说出来一些就是令我都觉得很惶恐的话，但是就是现在的话呢，娜娜还是就是不停地在成长，然后希望她能够往好的方面多学一点，就是少跟孔肖莹他们聊天啊。然后没事的话呢，可以多跟我们就是多跟十七啊，多跟这种赵月这样的好宝宝一起玩，然后李一桐呢也尽量不要带他玩了啊。然后就是祝娜娜18岁生日快乐啦。耶、睁开双眼的睡美人只为在下一秒见到你。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2 的周怡，大家可以叫我碎碎。谢谢。谢谢。
家。然后今天是娜娜前辈的生日，然后首先就要祝她生日快乐，18岁生日快乐。哇！然后我第一次见到娜娜前辈，其实我觉得就是她给我的感觉是属于那种比较古灵精怪的女生。然后如果一定要用一种甜品来形容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我最喜欢吃的芒果神冰，真的。然后我觉得她笑起来特别甜，然后我希望她能以后能一直一直保持这么甜的笑容，谢谢。耶、yeah!那接下来请大家下面一排 MC 说话啦，一会儿见喽，拜拜。Everyday 发卡卡，每天给你白发卡。大家好，我是 Team One 的李一桐。大小姐啊，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总是非常感谢大家。那个怎么说呢，首先那个大家今天都能够来娜姐的圣诞季，我真的很开心，因为今天也算是娜姐大喜的日子，我大喜，有各个方面的喜。所以说跟娜姐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我就像养了一个弟弟一样。娜姐跟我在一起的，对，我就觉得我其实虽然有时候我自己很别扭，但是其实我对她是很宠溺的，真的。虽然说她有这个冯英朵这样一个上梁不正的爸爸，和陆婷这样一看就是个后妈的妈。现在好像不那么分了，现在好像流行两个都叫妈。父慈母严嘛，那个其实我这样开玩笑的，其实他们两个都对娜姐非常的好。然后具体怎么好呢，还有我自己有很多想对娜姐说的，还是留到之后我再慢慢跟大家说吧。那么在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高呼超绝可爱万丽娜，甜甜你的小虎牙、啊、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48天门兔的孟月，孟月，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那个阿黄刚才说第一次见面万丽娜是双马尾，他不对，第一次我们见娜娜，娜娜明明是大光明，然后扎了一个单马尾，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说她脱发，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刚见面，然后也没有这么多奇怪的梗，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娜娜就非常的可爱。然后大家都说娜娜比较成熟嘛，就是我觉得还是小孩子，就是因为我15岁就该懂的都懂了，就是娜娜现在这种程度也是怎么说呢，是我们一步步见证她，就是知道这么多的也不乏各位的功劳。然后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总选之后吧，觉得娜娜变得特别有自信，特别的可爱，就更加讨人喜欢了，然后都是各位娜奇的功劳，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样对我们娜娜特别好，真的谢谢大家。1+1=2，1+2=1，谢谢大家。我是 SH48 Team Mentor 的一加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娜娜的一句话祝福是，其实我想说，就是每次跟娜娜出行外出什么的，娜娜都特别特别的照顾我。实际上呢，娜娜还是一个十分粘人的小孩子。怎么说呢，各种方面都是还处于一种天真烂漫活泼的那种时期吧。然后谢谢大家一直这么支持娜娜，一直那么喜欢娜娜，也请大家以后一直多多支持娜娜下去，一直多多支持我们 SH48， 就这样，谢谢大家。每天都要 smile， 天天都要 happy。 大家好，我是何小玉。 happy大家，谢谢大家，哎哎哎，谢谢。然后说起娜娜酱的话，其实
我跟他第一次说话的时候，他就问我，哎，你要不要玩斗地主？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小孩以后会有很大的前途。现在已经升级成为了生活中心的包租婆了吧？没有包租婆，他还在玩斗地主到现在。不是，我说他已经会就是借钱啊，然后收钱那种了。你们有没有见过他的钱？可别这么说，他到现在还没有收利息，我怕你说了之后他开始收利息了，我好害怕。上次我就借了他的钱，然后他那天不知道一下就把门给一脚踢开，说收钱了，何小玉，收钱了，收钱了。然后我想，这个孩子成长了不少，已经有一定的担当了，姐姐们都是向他学习了，真的。所以希望就是18岁的娜宝可以越来越开心，然后就越来越开心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谢谢大家来欣赏今天万丽娜的生日公演，一会儿见。Thank you.
的世界再没有了童话，内心全身风沙，把寂寞将孤独融化，随着两个世界不同时差慢慢蒸发。那些每天都在四处横飞爱念我的话，此刻早就已经冰冷的落下，原来我这样做，我的心早已经融化，不是谁的错，
想的，忘词了。那么刚刚大家欣赏了精彩的 UNI 的曲，专属偶像朱丽叶，爱到累了，木蝉之恋，向日葵，大家开心吗？耶、那么我们今天的 MC 呢，就来说一说成员最近有没有什么令人烦恼的事情。嗯，对，那小玉有没有什么令人烦恼的事情？有啊，最近就挺烦恼的，就半夜你就听到我们房间、啪啪啪啪的声音啊，就是半夜蚊子特别多。哪个房间？我们房间、啊、你房间跟大哥他们不是离得挺远的吗？不是啊，就是蚊子特别多，最近是不是咬得我跟阿黄都半夜睡不着觉？对、特别多蚊子，然后小玉睡着了还打自己，啪啪啪没办法，我为了让他不要咬我那小玉下次可以把我叫去你房间，我来打你。你吃蚊子吗？我来打你，你不要自己动手。我还以为你要吃蚊子。是，那婷婷呢？最近特别烦恼，因为眉心长一颗痘。哦，我也是，变成观音。其实不只是眉心，长了很多痘。哦，今天我们助理姐姐说，就是看见我们俩在贴那个痘贴、然后说你不要贴啊，你眉心长痘你就在眉心画一朵花呀、然后我说婷婷也长痘，她说婷婷也画呀，我数了数，对，然后婷婷得画多少朵花？满脸都是花吧，满脸都是花，吓人。那默默呢？你在干嘛？我在修，我太帅了万人爱，太帅了很无奈，欠下。让你耍帅，让你耍，真的 ，no 做 no die。再来一个，下面再来一个，什么意思？这边的 no 做 no die 啊，默默，好痛啊！真的是。下一个 MC 再给你演。那问我有没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就刚才唱的，就是万人爱吗？就没有办法，真的很苦恼。是吗？对，就总会有人叫我去狗带，我真的很害怕。因为太帅是吧？是。那我的话，我最近的烦恼就是因为最近我和张雨欣在让赵月帮我们压胯，就是压韧带，然后真的就是那种心情特别的狗带。然后我觉得张雨欣真的，我觉得最让赵月烦恼的应该是张雨欣吧，因为她最近除了烫死黄婷婷之外，她正在谋划就是怎么就是弄赵月。对，就特别吓人。上次我们在楼下吃饭，结果赵月说张雨欣你去给我拿听可乐，张雨欣说好的赵老师我去拿，然后拿来之后赵月一开啪，拿来路上死命的摇，我也遭殃了你知道吗？我半边脸啪，然后我俩就拿着可乐坐在那儿，张雨欣在我们对面居心叵测。他肯定来之后就往死里摇过，张雨欣太坏。他今天还给我展示，他说你看我手上都是伤，是赵月虐待我的。我说啊，赵月为什么打你啊？说赵月给他压胯的时候压胯他一直在挠墙，他还在那边他自己在那挠墙说赵月虐待我自己。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张雨欣真的很污，他说他腿都合不上了啊。不是压胯，不是就是这样压胯，压胯压得太厉害了，对不对？张雨欣可能是这跟张月有什么关系？对，是因为生气。对的，张雨欣真的就是腿特别的硬，然后让赵月其实也很头痛。然后就是他进来的时候，什么？我好像说错话了。筋太硬的人压胯就扣钱就好了，对吧？对，下压太猛就会对压太猛了。是，那也希望张叉叉还有我，然后都能够早日把韧带拉开，然后大家的烦恼呢也都能够早日的解决。对，就这样，今天也请大家开心的欣赏娜娜的生日公演。
耶、yeah. yeah. 那我们这个 MC 的话题讲的是就是最近想要看的电影是哪个。对，当然是、啊、Bingo Bingo， 当然是巴啦啦小魔仙。小魔仙，我觉得是广告时间吗？对，这个广告时间嘛，广告。这个人，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赵月今天特别开心，因为他今天听说他的电影票房破了千万。哦，很开心哎，有没有？好棒，好棒、哦！非常感谢你们借了小孩一起去电影院，借小孩哦，支持对。现在这个我有限的时间里，多带着小孩去看看，我也带着侄子侄女去看了。真的吗？真的啊。哦，其实没有必要，我们大哥可以带我啊。我出租 啊， 啊， 啊，大哥可以带着娜娜呀。但是你只有年龄可以看的电影啊。对啊，我是小孩，八岁没错。没有八十岁以上可以看的。对啊，怕你心脏受不了。没关系，老人也可以看的。什么特效啊？少这么厉害？哦，就是特效很厉害了。对，来一段。而且我们赵月在里面当中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的，是不是？我是谁？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是谁？我真服了赵月。上次我们一起上那个表演课嘛，然后好歹也是电影明星了，现在演员了，然后我们就演一段戏，对，然后我就吓到了，我就这演技真的是电影 star 吗？我有点奇怪。我们演那个袁湘琴跟江直树了，对、嗯，那确实演不下去啊。不是啦，你知道他很土，很土的时候，那真的很难入戏吧？对，因为他真的是。讲话一口，你超土的。然后张雨欣说很帅，你就背着张雨欣很帅哦，是啊，应该背着书包上学啊。然后他说，因为我不喜欢笨蛋，就觉得好土哦，完全不帅气。张雨欣但是跟你搭戏的话，确实需要点勇气，因为你是很土，所以说我们一起土。就是你自己的台词课，你有脸讲别人吗？你有本事把普通话好好念标准一点。我说我喜欢你，然后他就说我不喜欢笨蛋，就这么简单。然后老师就说吓到了。嗯，好了，那梦月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呢？当然喜欢《巴啦啦小魔仙》啦。哇，神仙，没有啦。最近我你看过吗？还没有。我最近在跟现在在观看在场观看的一个人去看的电影。就前天在这里坐着的后面一个五七的小妹妹，对，小姐姐。我前两天跟一个五七的我的旧识姐姐去看了电影，叫《叉叉妖塔》啊。哦，九不好看，九层塔、那个、那个特效哦，跟《巴啦啦小魔仙》差远了。哦，是啦，真的真的吗？我们那边特效很好的，我跟他说了，把脸披肩、披白，眼睛披大。对，大家有感受到吗？我们是用的北京的特效团队，我都没看啊。大哥，你看过吗？没有啦，是我侄子侄女在看。怎么讨论啊？那边有人看过吗？其实不错了，因为我就发朋友圈里面嘛，我说大家去支持一下就奥宝宝的电影、结果好多就是底下的阿姨妈妈们都在回复、说真的吗？一定要带小朋友去捧场之类的，感觉你的这个票房一定会很不错的。赵月，对，可能再过一个星期，然后我们前面战区全部都是小朋友。小朋友，哇，全部小朋友。你说六七岁小朋友在喊 call 吗？对，然后妈妈马上把他哎呀，想到很美丽，然后演到一半，家长来找说，然后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作业还没写呢。对，然后家长来我们剧院拎人，赶紧回去写作业。家长特别来剧场来抓人的，就看这小孩有没有溜进来看公演。对，娜娜，你看过那个？哦，我昨天的时候是跟那个赵月一起去看的。对，不一样的感受哦。对，哇，和电影明星一起去看电影哎，真的，就被旁边的妈妈认出来都很不好意思的。对。然后旁边那个小妹妹说、魔剑公主姐姐在我旁边跟我一起看电影。对、而且那个电影结束了、电影结束了就是那种片花嘛，一般小朋友都会走，对，就一直在那不走。 对，想看一下我到底说了什么。 对，而且走的时候还说看美丽姐姐再见。那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会不会抓紧的手说，哎，看美丽姐姐你本人和荧幕上还差蛮多的哦。对，这个不是我的，屏幕
梦里的你的眼睛更大一点。对，这是北京的特效团队给我的一些小孩，所有心机啊，所以这部电影所有特效都放在你的眼睛上面了。对，所有的经费全部用在 P 他上面，所有的经费全部在眼睛这边。对，那佳颖觉得呢？你有什么觉得他想看的电影啊？其实也是这个巴啦啦小魔仙，然后这个你的脸上多出一丝尴尬来，对，没有没有，我当时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看不到的，好大好大。我当时这个宣传消息出来之后，就疯狂在我朋友圈那边刷，然后我发到我班群，我的社团群里面，我说这个上映了，你们一定要看。然后他们被我说烦了，然后有几个人真的说好好，我会去看，我会带我弟弟妹妹去看。然后无论有我们的什么 APP， 有我们什么的电影，有什么我们任何的那些综艺节目，我全部都发到我们班群那边去了。哦，然后现在很期待他们看完巴拉小魔仙给我的观后感。巴拉，对，吃下佳爱这颗安利。是的。小玉呢？小玉，小玉，小玉当然是巴拉小魔仙了、啊，特效又没有。他真的是骗人。我昨天就是跟他出去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看电影，他说我才不去看呢，你请我吃饭我就去。没有，我是说今天不去看，但改天找个好日子一定要。在台上你在圆何小玉，你在圆何小玉，没事去吹何小玉，小玉你的，我陪你去看吗？我们两个去。何小玉说在台上，这个人没有下了台就不看了。对、啊、这个人没有台上好翻脸，马上翻脸下了台。嗯，何小玉就是那种一分钟好友了，在台上先捧一下场，那台下什么什么点赞之交，什么玩意不看啊，这幼稚点赞之交。这是小朋友看电影，其实不是啊。我觉得大人当中呢，也去可以看一下，就是那种什么巴拉小魔仙这样的电影，可以反一下自己的童心，而且还可以从当中悟出道理来。对对对对对。啊，悟出什么道理啊？大哥，所以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人生的哲理，在人生这条道路当中呢，我觉得就应该向凯美丽姐姐学习，就是变得勇敢，变得就是眼睛就是很大了。对对对，就告诉大家不要做白日梦。所以大哥，你有看吗？他没有。你有看吗？我明天就去看。我明天也去看。好，一起去啊！一起去，一起去啊！对，一起去，一起去，小叶一起去。我们明天有公演，我们明天有公演。小叶翻脸，明天公演。公演之前，这一排的人全部一起去看。一起去，一起去，明天。自己吃下的苦果啊，反正、就是、这个道理真的是、对，就是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我们赵月的新电影了，好不好啦、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巴拉小魔仙了，收获良多。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好听的歌曲吧。大家来看大家的生日公演，请欣赏《夕阳下的约定》。
啊，不对，两个仙女过来，小仙女，小公举，两个小公主给我们带来很好听的歌曲，真的有。大哥有什么感想啊？蛮好听的啦。我为什么是16岁那年夏天？18岁啊。啊，之后前面16岁，后面18岁，就是他刚进来的时候是16岁。对，其实这次，现在这次写词的是朵朵帮我写的，是我瞎写的。真的是他逼我写的，你知道吗？逼你写16岁是不是？他逼我写，不是，就是我写的是前面那段是16岁，现在就18岁了嘛。完了之后就对，是有寓意的，但是虽然寓意不是那么深。大哥的脸色不太好，怎么了？啊？什么玩意儿？没事吧？没有啊，很好，我觉得这个词写的很好啊。对啊，娜娜是花季少女嘛，对啊，所以写这样的一个首歌，觉得挺适合她的。娜娜18岁了，能去网吧了啊？啊？那么咱们就大家一起唱一个生日快乐歌吧，先点蜡烛，来带脑，带脑，寿星自己点，对，让他自己点，让他喜欢自己动手。祝你生日快乐。别，这哇，这个荧光棒每一个都是不同颜色，哎，黄色、粉红色还有蓝色，蓝色那个是橙色，花了很多钱吧？啊，是紫色，紫色，怎么了？在你废话的时候，娜娜已经把蜡烛吹了啊？对，用手吹的。
本出来了。太速度了。对。许了几个愿了吗？两三个。两三个。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啊。想想能不能公布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愿望呢？可以知道的。嗯。回去补给你，给你做好吃的，爱你么么哒。啊，还有万里云会，万水千山总是情，历历在目不忘心。那么甜蜜唯有你，祝万里大十八岁生日快乐！哇，只是团友去参加人家音乐会，瞬间还有好多弹幕。万里大大永日月星辰不及你，快乐幸福只因你，乐意与你走一生，祝可爱的播讲，播讲，播讲谁啊？播讲，播讲，好不要讲这个名字，播讲吗？还有哦，那个套用的格式忘记改名字了。现在都流行写诗了吗？荔枝回啊，这个字什么？回什么？这个太难了，没人念。那不会念。归来挡不住，大宝生日快乐。还是叶云的生日祝福最让人觉得很那个啦。对呀、啊，谁在说要切个蛋糕给娜娜？对，我要蛋糕。对，对啊。除了这个的话呢，我们今天应该也有人准备了，就是一个长篇的，一个长篇的，耶，对。不要先，前几句先不要看，我等一下来给你看。那我就开始了 ，BGM 放一下，谢谢。请放秋伯，谢谢。不用了。今天是10月2日，也是你来地球的第18年。曾经在17.8万年以前，你的真名叫粉色风暴超甜丽娜。我的真名叫。黑色幻影 Black 一瞳，我们都是曾经在咖喱星球上战斗过的伙伴。虽然你已经遗忘了当时的记忆，但是无论如何，今天能在这里以你的室友、你的基友、你的队友、你的益达等多种身份站在这个地方跟你一起欢度这个重要的日子，我感到很是荣幸。从2015年3月1日开始。因为我随口一句要不要一起住，我们两人的命运开始有了交集。就这样，那几天我们楼上楼下哐里咣当搬东西的时候，我总是一边挥洒着泪水，一边憧憬着我和你之后美好的生活。果然这185天、4440个小时、26万6400分钟都很开心，是那种有着鲜活的色彩的开心。 Cause you were not yet, I was got it later. 虽然你比我年龄小，但是你真的非常能干，勤俭持家，贤惠灵巧。你会缝扣子，又会叠衣服，炒黄瓜，煮饭，算账也算得很清楚，让我经常有一种如果以后没有你，我一个人可能活不下去的恐慌感。我一直觉得你虽然有点瓜，瓜就是傻，陕西话里那个，但是各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是个比我还要坚强的孩子。但是在那一个暴风雨之夜，你因为看我啥？你因为害怕雷声，在床上缩成一小团，瑟瑟发抖的样子，真是萌得让我想对你上下其手。而你在。总选前因担心而独自流泪的脆弱的样子，更是让我心疼的想要拥抱你。我想说，虽然我这个人也比较废，但是我一直都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能稍微的帮上你的忙就好了，请相信我吧。另外也要同样说一下，同样爱你的朵朵。朵朵这个人特别好，特别爱你。具体怎么好呢？此处省略20000次。还是说一下李一桐吧。李一桐这个人虽然说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也比较傻，但是还是希望就是能够一直守护在你身边就好了。然后就是这样，娜姐生日快乐。
小的心愿，希望跟你一起实现，我们一起养鸡吧。生活中心是不可以养禽类的，养鹦鹉也可以，鹦鹉也可以，打没？兔子也可以，养了你一只宠物已经够了，对，已经养了你一个人已经够吵的了。好了，那娜姐，你有什么想对李一桐说的吗？啊，没有，好，那粉丝说一下。其实不只是对那个卡姐，然后我，我真的，这种戏你也哭得出来啊？这个问题真的真的很喜欢 N2 的大家。嗯，我现在还记得大哥跟大家第一次说话的时候什么样。我第一次跟大哥是跟朵子姐把我带到他房间，然后一起打斗地主。然后那时候也是跟切磋一下，之前都没有什么，都不怎么说话的啊。明明在一个房间里也没有怎么说话。我是跟何姐第一次说话，然后后面跟朵子姐一起第一次说话的时候是刚过来的时候，是刚好分到一间房间嘛，然后进来的时候，她进来第一句话说：“哎呦，这里有人啊。”对，然后就后面是你应该会，你看得到我。一开始就是我们两个感觉完全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那种。完了之后也不怎么说话啊，我一脸高冷的看着你。毕竟我骨子里就是个高冷的人。完了之后，对，然后一边这样说着，一边跑去给娜姐买麦当劳。啊，什么时候我给她买过？好像没有买过麦当劳。是我给她煮泡面。对，她给我煮过泡面。完了之后，我当时就给家里人打电话，我说我室友挺好的，还会给我煮面的。然后和婷婷第一次说话是在中式的时候。对，你跟兰兰、跟兰兰还有我一起坐在一起吗？对对对对对对，当时还说坐在那个方位。对，我是最后一个，你是我前面的一个。对对对对，然后我说丁丁，我好紧张。不是，我当时还不认识你，说我好紧张。然后跟我呢，你我记得好像是拿盒饭的时候。果然见分就是要这种拿盒饭的时候才能遇到。印象这么深刻。然后当时说的是今天菜是什么？有鸡腿。是我吗？然后17也是在中式的时候唱歌的那个环节。对对对，我记得是舞蹈的那个环节。对，娜娜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选手。最后一个舞蹈的时候。对，但是你抽到的号是最后一个选手，然后唱了樱花草，我对她特别深刻。我说的是舞蹈环节了。然后卡姐坐在那个前面，但她还冲过来聊天。那是第一次跟你说话，然后你唱了一段初音未来的消失。很吓人。他那个不是，他那个时候唱的是那个马悠悠的那个他发光体吗？对对对，发光体。那个就是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冲到我们这上面来，还说在那唱。你看过动画吗？我看过。我特别喜欢初音未来，你喜欢吗？我给你唱一个歌这样。对。还有很多，还有谁来着？梦梦在回忆些什么？对，梦跟梦梦也是。梦梦是那个，就是你把我的斗地主之夜住在一起之后，我当时总是把梦梦领到房间来。对对对。对，我当时经常。好的，佳悦，我们可以走了，反正他也不记得我们。对，我们走了，别走别走。哎，赵月，赵月，赵月，他在那里。有点不开心，期待的看着你。赵月的话更早了，赵月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哦，是吗？第一个。没想到认识的第一个，没想到认识的都是什么？你们都不是月第一个人。当时周氏之前还打那个发短信说，你知道怎么过来吗？然后那天我还本来准备打算跟他一起住的，没想到这个人飞机晚点了，从早上晚一直晚到晚上。然后他给我发短信说：“冯鑫朵是谁啊？不知道这个人好不好相处，好害怕。”这个人，我说没事，我马上过来找你。说我们马上就换，当时你一心想着跟我换，对对对，想分开你。所以不管就是认不认识的人，一盘斗地主就可以让大家融洽，就是这种样子。这样，中国人，家我们走吧，还是没有我吧？走吧，怎么还是没有他们俩？仔细回想，还有其余闲散人等。你忘了何小玉了吗？你忘了何小玉了吗？他说是斗地主，但是我记得好像不是斗地主。没有什么，斗地主之前，斗地主好像没有你。对，有啊。
结果可能是第二轮。你忘了他中式的时候唱了一首鸭子，我当时还跟你说，我当时还跟你说他嘴还蛮像鸭子的，厚厚的。你忘了吗？你忘了吗？恭喜七。但是你没有看最近鸭子在唱鸭子哎哦。找打。还有个加爱加爱加爱啊。接下来好像是就是进了一起训练的时候嘛，就聊到一起说那个啊，你也看过《青音少女》啊，这样子。啊，是是是，佳爱都是这种回忆。你张雨欣张雨欣张叉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是刚回来，就是回家休息之后刚回来，然后他见面就前辈我叫叉叉，然后我说叉你好，我叫圈圈。什么鬼？什么鬼？你们两个什么鬼对话啊？哦、我还叫圆圆呢，难怪你们聊得来哦。对，还有最后跟粉丝，对你有没有对粉丝说的话呢？粉丝说的话，因为我这个人吧，就还是挺爱哭的。对，从去年的时候还别人的圣诞季我哭得比别人还厉害，对，感觉过的是我的圣诞，场场都哭，对，场场都哭，对、啊、不管是谁的圣诞季他都要哭一哭。对，然后今年的话小菊就说娜娜你长大了你都不哭了。对，然后我说我是故意不听，我就不听，我不听我又要哭，然后就然后但是就是还是会有很任性的时候，然后我的粉丝也一直很包容我，然后还想吗啊，还小嘛，希望大家多多包、不小了，十八了。对我来说是还小了。娜娜很少会表达一下自己，那有些东西都会藏在心里面，然后粉丝大家都会理解她，觉得很好，对不对？是，对，我粉丝真的对我太好了，真的 很谢谢你们。好，我觉得。一直就特别在意粉丝的事情，然后对，就是经常我们两个人就是深夜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也是夜深人静在房间里就是讨论粉丝的事情。对，你们两个、那个人真是不长眼。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他为什么送我大嘴猴。哎呦，原来是讨论这些。那是你我都对他这么好，你怎么了？有点受伤了。大嘴猴的警整。对，好，那让我们最后祝娜娜生日快乐！希望娜娜在新的一年里可以更开心，然后有更多的成长，快乐的成长。好啦，好吧，那我们下去吃蛋糕吧。啊，吃蛋糕，你吃吧，你不蛋糕给你吃。大宝不是说表演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下人应该是哪个假蛋糕来的？
好痛啊，手什么鬼。那其他小伙伴没上来之前我想说一声，就是今天不是唐安琪没有在嘛、然后感觉 lay down 有一点没有，就没有那种感觉，不怕，然后没有啊，还好黄婷婷今天在后台说安琪不在，今天我来独领风骚。你说有没有觉得他独领风骚了，好像失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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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次再接再厉啊。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做的样子，是刚刚在做谁做什么了吗？他有，其实阿黄每次就是什么动画或者那种动作都做得很大，但是阿黄太瘦了，怪我太瘦了，真的是，感觉像一条鱼在翻身。但是张雨欣，张叉叉每次都有一种鲤鱼打挺的感觉。对，哈哈哈，他每次做动作不卡拍，啊是吧？对，那我们 MC 开始之前，我这里有一个生日祝福。对，那么他的 ID 是 I Officers 芒果，他有在吗？今天？好，他今天没在，我对镜头。你好，祝你生日快乐，耶！哎，你们都不给我捧场。于是我也有一个生日祝福、ID 为 Yuki 暖男担当李一桐，在吗？没来啊，没来。生日快乐，谢谢你把我说这么好，谢谢啊。耶！不用谢。还有吗？没有了，可以开始 MC 了。咱们这组的 MC 话题呢是谁是队里的大胃王？啊。好，这个话题结束了。哎呦，你至于吗？没有，咱俩什么不是七不算就插总，其实以前对，我觉得其实以前是十七，但是现在有一个插总新晋人选，对，张叉叉，我是小张叉叉，特别能吃，对，而且我是杂食动物。之前他进来的时候，他说他特别能吃，然后当时我还不屑一顾，你能比得过我吗？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他能够把我们大家聚会的时候，因为吃剩了，他说你们好浪费食物、哦，然后等我们上个厕所回来吃完了，什么东西都不剩，所以每次叉叉总能把我们的聚餐搞黄，已经说他全部都不去了。是的，而且有一次我记得那个巡演完了，我们一起去吃夜宵，然后我们菜其实点的已经够多，他非要说我要点个小圆子，我说你吃得掉吗？说我吃得掉，我要点，然后他就点了，结果以为上来是那种一人一碗的那种，上来一大脸盆。然后他一个人吃完了，然后我们就以为他肯定吃不完，说你要是吃不完，你一个人把这一碗付了。结果他真的把那一大碗全部吃掉了。是的，关键是他那天巡演，不是你那天巡演之前，他还吃了四盒盒饭，特别吓人。北京巡演吓人。在会员空间，张叉叉真的很可怕。就每一次就公演之前嘛，然后我们在后台换衣服的时候，我看他那个腰啊，哎呦天！叉总当年都是那种长得跟火柴棍一样，该长的地方不长。你知道，就是咱们自从。咱们之前那场公演的时候还有露腰的衣服，所以大家都会多少节制一点嘛。然后这场公演不怎么露腰了之后，哦天哪，就那几个人啊，张叉叉、李一桐，我怎么死？然后这个谁呀？这个谁？我天生就长这样，凹进去了。对，这个我就不说了，这个一直都这样。心疼。完了之后，一家爱也很能吃的，今天一家爱特别吓人，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之后，我衣服穿不上了，你看十七，然后一坨肉。我的什么玩意儿的肉都挤出来了，对，特别吓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这两个还好，很高冷的看着你。是。什么啊？我也高冷的看着你。很烦恼，除了肌肉什么都没有。除了肌肉一无所有。对呀、啊，你也没有脑子。脑子也没有。我也是。就只有肌肉、啊。人家除了人鱼线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对，好烦恼。人鱼线，就你还人鱼线。你光在这里夸我，你还有女朋友。你忘了没有怎么说大哥的吗？什么？虽然说大哥连我的裤子都穿不上了，对，大哥要拿你的裤子，就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自己在那边叫我们跳舞圈之后，哎，大哥最近都穿不上我的裤子，在那边晒，特别恶心，是真的特别恶心。每次都是在练功房碰到冯鑫朵，就是他每次骂我，我要还击，我说冯鑫朵，你的小破鞋，他不是我的，大哥的，然后他说冯鑫朵，你的衣服丑死了，不是我的，大哥的，晒。气死我了！谁没有？什么都是大哥的。你想不想要兔子了？啊？你想不想要兔子？要。你干嘛呢？时时刻刻惦记着我的兔，不开心了、啊。就是最近特别想吃兔肉，完了之后。太瘦了，是个猪。兔是个猪，别的什么都吃不掉嘛，所以说最近才会迅速的变瘦。
哦哦，司机把图图给我们。不不不不不不不，好了，来结束一下这一组。嗯，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请下面的一组小伙伴们吧。是。打死你放心多。耶耶耶耶耶耶。那在这个 MC 之前呢，先让娜娜送几个生日祝福出去。对，然后第一个是 SH48 万丽娜音乐会，谢谢你们，生日快乐，耶。然后第二个是牛奶味的熊猫，生日快乐，谢谢。第三个是没有刘海你还会爱我吗，然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哎，我好像记错人了。然后没有，然后是那宝宝的蠢白，你爱吃辣宝。嗯，生日快乐，谢谢。然后还有一个，加油。几个了？四个了啊。还有最后一个是薄暮有机样。在哪儿？在吗？不在啊。生日快乐，谢谢你，耶。我这里也有一个生日祝福 ID 为花生酱 KL 下横杠诗诗诗，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耶耶。好啦，那我们今天 MC 的内容讲的就是谁是队里面的大胃王。嗯，他好像没自我介绍。哎，为什么？啊，有人先让那个小妹妹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 SH48 Team N2 的刘诗蕾，大家可以叫我麦酱。你应该说你来自你的家乡哪里？我的家乡是四川成都，无辣不欢的城市。啊，跟小菊一个地方的耶。对，小菊是遂宁的，我是成都的。反正就差不多啦，都是喜欢吃爱的地方嘛，辣的地方嘛。那你觉得你是大胃王吗？不，我要爆料周怡，她是个大胃王，真的。不，其实是。看体型，你比较像啊。很坏耶，人家才刚来，你就这么吐槽别人。我是因为生病了吃药的原因啦。哦，真的呀。但是其实就是吃太多，借口跟孟月一样。我要爆料，他中午的时候他说不要，我要减肥不吃，然后他不肯跟我下去吃，结果晚上练完舞回去就发现他已经点了烧烤吃完了。天哪，你今天晚上不要回房间了，周一。对不起。你也蛮像大胃王的啦，加油，都加油。那个大哥呢？啊，我觉得大胃王的话应该是张叉叉吧。对，就没错，没错，对啊，就什么东西都吃，不管给什么东西他都吃。哎，对啊，就给什么东西他都吃，这是最令人惊奇的一点，就是他吃的多就不算什么了，什么东西都吃，这就是一个就问题。我感觉我如果哪天要给他一个那种就是什么塑料壳啊、手机壳，他也会吃下去的感觉，是超可怕。对，他最近微博不是有放那个吃播吗？就满满一盆的那个烤鱼，是的，全部吃光了。我觉得他很适合去做那种吃播主持人啊，就是让大家吃。而且他对这件事情很认真，他说你帮我拍好不好，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不能再堕落，我要为我的事业加油。他结果就是吃烤鱼，什么东西啊。没有，他有一天晚上12点钟的时候发微信问我，你那里有吃的吗？然后说有啊，他说我马上就来找你，他真的马上就来了，很快，超快，超可怕。哎呦，都跟你，人家新来的，新来的都不要脸发微信要吃的，是，服了。张叉叉这个人之前本来体重好像是本来跟我差不多的，也是80出头的，他现在已经胖了10几斤了，100斤吧。他现在比我重，他现在是有多重？每天晚上都说8点过后再也不吃东西。是是是的，他从3个月之前就这么说。他是说8点那个点呢，就是那个点不吃。就一过那个点，8点01分马上就开始吃。是他之前说，他说我今天晚上再也不吃东西了，他公演之前说，然后完了公演完了之后下车，他下的比谁都快，干什么？去食堂吃夜宵。
我们食堂那边有下午的剩饭剩菜，他就把那些全吃了。晚上的。对啊，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种吃剩下来的东西已经是糊成一堆了。嗯、我当时有点饿，我问我说：“叉叉有夜宵吗？”他说：“有啊。”我说：“是什么？”他说：“下午的烤鱼。”我说：“啊，那个算了，你自己慢慢吃，吃不下去。那”那你觉得哪个人是大胃王呢？必须得是张叉叉呀、啊。对啊，我曾经羡慕过他，我本来也羡慕过他的，对，食欲那么好。不是他，因为他一开始过来的时候很瘦嘛，对，而且他腿跟你差不多细，羡慕。对他刚来的时候是真的，然后现在呢？对对对，他现在腿跟我一样粗。听上去好哀伤，怎么回事？我们现在流行这种欧美的腿型，就是那种知道吗？蜜大腿就很好看啊，就是很健康的那种了。大哥，爱你。对啊，是。可是大哥。大哥你说很健康、嗯、为什么你自己要减肥还减成功了啊、就是说好的健康呢就是健康贵健康美感贵、啊、爸爸爸爸、啊、不行了我对不起你爸爸你是很健康的了爸爸但是我还是选择了美感对健康会更健康但是我选择美感了那个小玉呢你觉得呢你应该是很健康的你觉得哪个是大胃王我觉得美感好吗？哦，看不出来。然后我之前就是姜姜还没来的时候，应该是宫崎骑吧，他比较能吃，对对对。然后吃的特别多，现在觉得应该是姜叉叉继承了曾艳芬和宫崎骑的那个脏和能吃这个是二合一、啊，二合一。对啊，你们房间不叫脏吗？我还帮他收拾呢，我现在成了他的保姆啊，他现在可凶了。态度不好，完全不像一个后辈该有的样子。不要学习啊！这你看他拿那个他买的生活用品纸巾，然后买了一箱水，还有别的，他自己拿了包纸巾，他说这份拿快递，就让我帮他拿水，那一箱矿泉水让我帮他拿。我说你吃的比我多，怎么可能拿的还比我少啊？有什么道理？这个后辈，你千万不要学习好吗？以后。啊，有水的时候自己抢着去搬，我觉得挺好的。你跟张真是天道好轮回，你也能尝下我当年的苦了。像张雨欣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施磊啊，还有周怡的坏榜样啊，大家就要向他背道而驰，不要向他学习了，对对对对好不好？嗯、但他们两个就是很有礼貌，每次看到前辈都会叫前辈前辈，不像张雨欣，就是刚来的时候叫两次前辈之后再也不叫了。对，就哎，陆田，孙燕芬。之间就这个样子，他都是曾艳芬，哎，曾耀峰，张耀峰，耀峰，对啊，我说你谁啊？而且来了之后就跟赵月对打，对两个人，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勇气，然后就是，张雨欣啊，还想威胁前辈，对啊，动不动就烫死你，信不信？对啊，烫死你。好啦，所以啦，就不要跟他们学习就对了。然后我们就是做大胃王的时候呢，也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身材了，对不对？是嘞，对不对？娜娜，好了，那这，请大家欣赏 Bingo, Bingo! One, two, three, four, one.Thank you.
吗？谢谢大家，然后为我投百度的贴吧第一，然后感谢，说不来，感谢那宝宝应援会，然后感谢燃烧生命的凯宝，还有一文字一，谢谢你们，谢谢。然后ID 为我只能是个傻瓜，然后恭喜辣宝日榜第一，生日快乐。你觉得朵朵和大哥哪个到底哪个是爸爸？18岁了，希望以后能别什么都憋在心里，要找合适的解方法好好照顾自己好吗？然后首先朵朵和大哥，大哥是妈妈了，对，大哥因为感觉比较像妈妈一点，然后对于憋在心里这个的话，我现在应该还好了，会找婷婷啊，会找大哥，还有发卡都会跟他们倾诉一些，然后就会好很多，真的谢谢你关心，谢谢。然后 ID 为天气土包子推，恭喜娜娜贴吧日榜第一和祝生日快乐。兰兰说回来给你带猕猴桃，吃了有助生发，你觉得怎么看？首先谢谢兰兰，对猕猴桃这个我其实挺喜欢的，因为维生素很多嘛，然后也挺好吃的，我挺喜欢吃的。然后对于有助于生发，我这点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谢谢兰兰，爱你哟。恭喜啊！然后ID 为MYSTICBD， 恭喜娜宝贴吧日榜第一，生日快乐！昨天和月宝去看巴啦啦，今天 MC 也说了，如果让娜娜再安利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凯美丽公主真的很帅哦！对，我有截她的图做快做桌面了，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偷拍。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没有了。ID 为 T 蜡笔小新 T， 娜宝生日快乐，恭喜日榜第一，请问你对发卡的诚信有什么看法？会不会一不小心就同意他养鸡了？首先发卡的信的话真的挺感动的。我没有想到他昨天去问我那个我们大概搬进来的时间到底是多长，我还以为他只是写个时间，没想到他还把具体的时间给算出来了，连多少秒都算了。 我觉得他真的很用心，然后谢谢，非常感谢他。然后其实一开始的话跟他住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之前一直有就是大哥说哎他又是不是有点吵，我担心你。然后我后来跟他住在一起住久了真的很开心，所以我们会一起吐槽啊，然后会看一起看那个好笑的视频啊，都反正挺开心的，真的。然后但是养鸡这一点的话我还是不会同意的，对，首先他得照顾好他自己吧，然后现在他还照顾不好他自己，还是我照顾。然后但是如果养了鸡了之后我还得照顾两个，所以说我不会同意的。ID 为萌鸟 OL， 恭喜辣宝日榜冠军，生日快乐。辣宝与小菊、小四、兰兰的初识是怎样的呢？小菊的话我想想啊，应该是在学习舞蹈的时候，然后因为开始觉得小菊还是
是我的感觉哈，就是有一种女神的气质在那儿嘛，因为感觉不太好搭话，就不太敢跟她说话，只有在练习舞蹈的时候跟她说一句小菊这个好难哦。对，当时有点害羞。然后小四他真的很擅长活跃气氛，然后大家一起就休息的时候他就会叫我过去帮他拍那个动图啊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就认识了。然后小四一直就是算是我们开心果吧。然后兰兰的初识就是也是在中式的时候，她是坐在婷婷旁边的，然后我当时对她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她穿着运动服过来的，然后我就想是不是太不正式了，还是我太正式了。然后兰兰也当时也是一起说话，然后一起通过了最后的那个中式。然后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